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道藥方。這道藥方呢是一道靈丹妙藥來的。是什麼呢？其實就是箴言十七章二十二節，喜樂的心乃是良藥，憂傷的靈使骨枯乾。我們中國人經常都說喜怒憂思悲恐驚，其實很多研究都發現情緒是會影響我們的個人健康的。在過去的幾年，大家都可能受住疫症的影響，情緒都會變得很波動。特別是我記得在這個疫症初期，很多人很擔心。為什麼？擔心自己感染，有些人戴一個口罩、兩個口罩，甚至都不敢出街了，或者出街包實自己。擔心一感染不知道會不會死，會不會很嚴重、很辛苦。可能他根本就沒有感染到，但是就因為這樣的緊張，反而帶來自己身體很多的問題。我記得我自己小個時候其實有很多的病痛，我在醫生那裡的 file 整個口都很重要。直到我幾時呢？直到我幾時開始有改變呢？就是在我信主之後。因為我信主之後呢，我經常有一個方法去將自己的不開心、憂慮去到釋放的，就是向上帝祈禱。當我跟上帝祈禱的時候呢，我知道我是跟創造天地、創造宇宙萬物的神去禱告、去傾偈。我可以將自己一切的憂慮、擔心都交給祂。雖然呢，我不是每次祈願到我就什麼擔心都沒有，或者我已經不再憂慮了，但是每一次都可以將自己的情緒宣示了出來。而且呢，如果我越大的信心將這一切交託給神呢，我發覺呢，我自己的心呢是真的輕散很多的。可能就由於這樣慣了，從後生到現在中年的時候我都慣了這樣。就算在疫症期間呢，其實我跟很多人一樣，我都擔心會不會感染啊，會不會被個病毒去入侵的。但是我常常都可以保持一個開朗的心境，或者一個正面的心情。就好像聖經所說，喜樂的心呢是一道良藥。我最終呢都感染了。我還好記得呢，我感染那一朝呢，我跟我的仔出去跑步，跑完步回到家呢，我們戴著口罩去跑的了，已經很辛苦了。但是我們都感染了，然後我們就那一天在想，哎呀慘了，最終防了兩年都是防不到。但是奇妙的事發生了，我們有些發燒，我們都有些很累啊，有一點即是很想睡覺啊這樣。但是兩天之後呢，我和我的仔仔呢，很出奇地兩天之後呢，我們已經沒有發燒，沒有任何症狀，只是有一點累。到第五天呢，第六天呢，我們已經開始在家自己做運動啊，跑來跑去啊。跟住後來我們出去呢，就都不用半個月，我們還去跑山添，跑二十幾公里。是乜嘢令到我哋咁快恢復呢？我都唔了解。坦白講，嗰陣時仲冇咩藥嘅，所以我哋都冇食藥嘅。我哋真係自己要休息咁好快。最終我發現一樣嘢，其實喺患病嘅過程呢，我哋都係保持一個開朗嘅心境啦。我哋會禱告啦，將我哋一切嘅憂慮交託俾神。聖經話：憂傷嘅靈使骨枯乾。如果我哋常常咧係浸沉喺一啲好負面啊、好唔開心嘅一個心情裏面咧，其實咧可能身體好容易病，亦都好容易咧俾自己好多負面嘅情緒。而家我哋進入咗所謂嘅後疫情時期啦，而家都仲有人好擔心話會唔會二次感染啊、三次感染。但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病毒無有無知嘅，好多新嘅唔同嘅病毒啊、病啊，可能都會出現。但係有一道良方，聖經俾咗我哋，喜樂嘅心就是良藥。生命呢是交在主的手里面，祂会带领我们的人生。我们即管将心里面的忧虑、担心交托给上帝，让这个喜乐的心成为我们人生的良藥。